中间，这个中间下面是基座，这边是他的脚，这边是他的肚子，这是他的盖子，一个盖子，一个脖子，一个肚子，一个脚。请问这是什么造型的？香炉，香炉是最受欢迎的图案，最受欢迎，因为农业社会认为人生在世最重要一件要完成的一件什么事情呢？传宗接代，这就是香炉，香火传承绵延不绝啊、哦，香火传承最重要的。里面讲哈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啊、哦，这样子啊、哦，这是以前的观念。现在哈、哦，生男生女哈、哦，有就好了，就怕他不生。啊、哦，对，对，对对啊，这 OK 好，好，现在开始哈、哦，抢答，抢答。